各位菩萨们，人生的过去，那个瞬间啊，瞬间的一念心，咱的想法，在忽然间对的啦，咱就是开始一念对的方向都往前行。咱若搁再搁吼，思小想一下，可能就会失了一念，但对准的方向。所以唔通考虑对的代志，对准做就对啦。也若搁再停一下，就变作三心两意。咱发心一念正确，咱都要赶紧行。一念心，一心一志，对的方向，咱要用命前进，做得对啦。呀，咱若搁停一下呢，搁考虑一下呢，那就是三心两意啦。到底要做无？唔做无？第一，时间已经过去啦。那第二呢，无听到失去了咱生命价值的机会，所以咱爱平时啦，都爱先了解真多的道理。咱爱家己对家己有信心，但是呢，咱的方向一定爱徛对准，真正确。那安尼。因缘呐，造就功德，成就福缘。也那时候无对准呐，差毫厘失千里。所以量要正地、正见、正量、正实，那安尼呢，咱做的代志就会很安全。利益众生，这就是这五十多年行过来的路啦，真正真感恩啊！因为有信念，慈济人呐、啊，就是安尼共同的信念，人多力大，所以咱完成啦，迄、那个功德汇合。所以呢，造福真君最近常常讲，天气、地气、人、人气，这种正知正见、正思维啦，迄、那个气氛，大家人方向合一，这种人共同造福业。业就是操作的意思，一点啊偏差，迄种呢，众生共恶业，啊，就偏去啊，做了真多啦，迄、那个偏差的祸端恶业出来，也咱呢，大家人心念合一起来，是正方向，正地界。正思维，那共同甲互相勉励，菩萨救生，人人一点啊，一点啊，会爱付出。所以，在五十多年前，师父所爱五个人，你若爱我，无离开华莲。一个条件，我爱大家人，大天生五个人来帮助，会当结合起来帮助苦难人。因都讲，师父，这较简单啦、啊，我一个月吼交十五块，我讲无爱啦，
我爱你五个日，逐天五个日呐。师傅，五个日呢？三十天就是十五块啦。我讲我捌啦，啊，我嘛会晓算啦。但是呢，我爱你是逐天爱起一点爱心，爱就是福，造福真贵。你会晓想要帮助人，干那讲我有爱心，我有爱心，你无出力，你无起行动，这有爱等于无爱，你爱起伊行动，爱逐天逐天，所以十五块加分成了五角五角，三十天日日啊。就讲我要造福人间，一点一滴，逐天造福，福累积起来，安尼叫做大福啦。虽然是点点滴滴啦，这些咱五十多年前师父的观念，所以吼，住者是有心人的，只要你有心。有爱，人人都可以付出。做了后，大家人都讲感恩哦，师父，哦，我真欢喜，真正付出无所求，还要满心感恩啊，欢喜啊，我有做到啊啦，是啊，因安尼一直讲，我才会去想着讲哦，哦。大家人生命稍盘点一下，咱呢来人间，咱有利益人群偌多，点点滴滴啦，唔是讲大家人都爱管偌多，有心，只要有心啦，那自作教人作，这也是《法华经》内底的道理，好事咱家己做。还要去招人来斗阵做，所以师父讲，人间菩萨招生，但爱，予人人拢做菩萨，在人间，这个人间呐，都会当平安，人人做福，叫做福气啦。所以有这个福气，这一波啦，这新冠。疫情，这大家人都真烦恼，师父嘛足烦恼啊！这两年过来吼，我逐天都真操烦，真烦恼。但是呢，逐天我都真感恩，昨个一天平安啦、啊，我感恩昨个健康。我爱搁烦恼今仔日的未来，所以我逐天爱看新闻。我爱看天下的新闻，总是呢，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绝对不够，是爱大家人的力量结合起来，看到了普天之下灾难偏多啊，天下的灾难是众生。共业，那来好好惜书为待。咱起码呢，爱烦恼的，就是天下啦，这种空气污染啦，大地被破坏啦，杀生共业啦，业障啦。咱起码要安怎，会当好空气清新，保护大地。这多枝掉了，杀生作恶，唯有呢所行，那一旦安呢，那这人间化为净土，人间就是一个真实啊佛菩萨的净土。所以各位，菩萨在人间，那人间是菩萨的净土。
不是做不到，出自咱每一个人的一粒心。这粒心的时间实在是刹那间，大家人这么舒服地说，你的内心若起一点说，对，我也爱说，其实呢，不用两秒钟，咱就可以决定咱的方向。所以说起来，时间可以真快速发心入观，那安尼这个净土啦，就是《法华经》讲化为净土，甲娑婆世界化为净土，不是无可能。